iPhone 转三星超简单，让小编来教你。新手机打开设定，找到账号与备份，点选自救装置转移资料，点选接受资料，再点 iPhone 或 iPad， 准备一条 Type-C 转 Lightning 转出线，建议要用原厂的哦。将两只手机插上转出线。完档案就可以选择要转移的资料咯，选择要安装的应用程式， iPhone 记得要按新人这部电脑并输入密码，就这么简单，学会了吗？